屏东县长潘孟安拿着水饺皮加入馅料，在万南乡宝厝社区妈妈们的指导下捏出一颗饺子。对比身旁手脚利落的婆妈们，潘孟安虽然动作慢，不过还是很用心地包每一颗水饺，甚至亲自煮水饺，为的就是帮地方产业行销。他笑称这是他的第一次推广农村的社区的产业，都一定要下海，还是第一次包水饺，还要煎饺啊！这个我想都是要带动地方产业哈，我们也特别针对地方像红豆啊、稻米，尤其这边的特产韭菜，那做韭菜相关的啊这种健康药定，那以外今年又特别开发一些相关的食品，那也帮社区来推广，让这个产业得以永续。宝厝社区位于关南乡的核心，相较于乡内其他社区而言，除了红豆外，另盛产青葱和韭菜。为提高社区能见度并增加社区产业的识别度，宝厝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产业活化活动，现场提供韭菜产品试吃，社区妈妈们都极力推荐现包现煮的韭菜水饺。咱人安尼较油，啊，食咧口感较好，伊个味道不够香，啊，就介只。无论是水饺、煎饺或是煎包，在烹煮过程中香味四溢，一起锅就秒杀。为了增添活动丰富性，现场也安排社区活力表演节目，让乡亲秀才艺，透过活动增进村民间的互动，共同推广在地农村好过，凝聚社区向心力。屏东新闻张如云、杨振义采访报道。